尊敬的羌郭玛国师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啊，以及在座的诸位军官将士，大家好。那么今天这一会确实是很特殊啊，我们过去没有在这种场面讲过佛经啊。那么由此可以看到斯里兰卡佛法的兴旺，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啊，不但学习，而且都能够落实在生活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所谓活学活用啊，从事于军事这一个行业，在大乘教里面是属于菩萨道。六波罗蜜里面第一个布施波罗蜜，他们的工作是无微不至啊，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啊，保护这个地方，内没有盗贼，外没有其他国家来侵略啊，让这个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啊，让修道的这些人在此地能够欢欢喜喜成就自己的道业，这在佛法里称为护法啊。护法意思非常广也非常深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学佛如果不能护自己的法，那么所学的都不能够起实际的作用，这就错了啊。我们客观的来观察，在这个世间我们学了几十年，看了几十年，学佛的人很多，真正有成就的人不多。什么原因？不知道护持自己的法啊，护法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。譬如最浅显的、最根本的三规五戒、十善业道，我们有没有学过？都学过。有没有做到？没做到啊。为什么没做到？没有认真去护持啊。于是学了一辈子，纵然学了很多经教，来生依旧要搞六道轮回啊，这就错了。佛告诉我们啊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有没有真正能够理解啊？那就是说明生命是永恒的啊，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们跟佛是同一个本性，同一个自性。所以佛在大乘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是
根据这个道理所说的。佛能够成佛，就是他能够护持自己所得的一切善法。那我们今天学了之后不知道护持，所以我们没有得到受用啊。最简单的三规，三规非常重要，每一堂课我们都要念诵啊三规，提醒自己啊。归是回头，依是依靠啊。从什么地方回头呢？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依靠自信觉，这就是皈依佛，真正皈依佛啊。佛是自信觉，觉而不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是迷而不觉啊。佛唤醒我们，要教劝导我们回头，所谓是回头是岸，从迷惑回过头来，依自信觉啊。自信本来是觉，可是现在迷了，不觉了，不觉，我们从不觉回过头来还是不觉这问题怎么办？所以佛陀当年在世30岁开悟，他从禅定当中开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出定之后就教学，在落叶园度比丘啊，讲阿含经啊，这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不觉的人觉啊。佛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用的是教育啊。所以佛陀，我们细心从经典里面去观察，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啊。教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觉悟，帮助人回头啊。佛告诉我们，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行，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迷了，迷了很久啊，不是这一世，不是这一生，过去生生世世都迷了，迷得太深，回不了头来啊。所以佛陀慈悲啊，办学教导我，帮助我们回头啊。他老人家办学是有次第的啊，我们就是迷得太深太久，完全不能自觉了啊，要回归觉悟也不是容易事情，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。所以佛办学先讲阿含12年啊，这个是基础教育啊。像我们现在读书上学一样啊，一定是先上小学啊。阿含是佛教的小学，我们现在小学是6年，世尊的小学是12年，加了一倍啊。这些呢，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，不能疏忽的
啊，他这个基础比我们现在人扎得深。我们只有六年，他有十二年。啊，而且世尊是一个究竟圆满觉悟的人，具足无量智慧的人。这个老师跟世间一般老师不一样。啊，世间老师没有戒定慧这个功夫，啊，没有这个能量，佛有，啊，帮助我们奠基要用十二年的时间，啊，十二年之后讲方等，啊，方等，前面继续阿含，后面呢准备学般若。啊，就好比是中学一样，啊，前面继续小学，后面进入大学，般若是大学。啊，那么方等也讲了八年，跟前面加起来二十年，这根深了。啊，二十年之后，佛讲般若经。般若经才是佛真正教导我们破迷开悟，啊，回头是岸，啊，这一门讲了多久了？讲了二十二年，啊，世尊在世讲经四十九年，这讲了二十二年，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，啊，那我们就明白了。这个科目是世尊主要跟我们说的，啊，前面都是预备功夫，没有前面二十年佛讲这部经我们听不懂，啊，有这二十年基础之后，这个经可以讲了，啊，大家对世尊有了信心，啊，知道世尊两二十年当中没有说过一句妄语，没有欺骗过任何一个人，啊，我们对佛了信心生起来，啊，真诚的信心，恭敬的信心，啊，接受佛陀的智慧教学，般若就是智慧，啊，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方法，佛学是智慧的学问，啊，学佛就是学智慧，智慧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啊，觉悟了它就现起，迷了它就变成烦恼，啊，经上常说烦恼即菩提，啊，菩提是智慧，菩提智慧跟烦恼是一桩事情，迷了菩提就变成烦恼，悟了烦恼就变成菩提，啊，这个一定要懂，要搞清楚。那么经常有时候用比喻说，叫我们要断烦恼，要证菩提，啊，实际上这个断是方便说法，不是真实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了菩提跟烦恼是一体，那烦恼断了菩提也就没有，也就断了，啊，所以它不能断，不能断怎么说断呢？转烦恼为菩提，它觉悟了，觉悟了说烦恼全变成智慧了，啊，那么烦恼就没有了，烦恼就不见了，所以叫他做断烦恼，啊，不是真的把它断掉，啊，那么佛又说生死即是涅槃，换句话涅槃跟生死是一不是二，啊，如果说我们说生死断掉了，那涅槃也就没有了，啊，那生死
怎么回事呢？转生死为涅槃。他跟烦恼菩提是一个意思。所以要有个转变。这个转变说明生命是永恒的。智慧也是永恒的。不生不灭，不变不异。世尊在这一生当中把宇宙的真相给我们说明白了，万物的真相说明白了，生死的真相说明白了，我从哪里来的，我将来到哪里去，这一桩事情也说明白了。真难啊，真不容易啊，这才叫个明白人，叫个真正觉悟的人。这是一门大学问。遇到是无比的幸运。佛在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同样一个道理，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没有缘分，这一生呢，遇不到佛法了。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我们这一生得人生，人生难得，经已得。佛法是真正难闻。你看，今天世界上70亿人口，知道的佛法，知道佛法的有几个人？我们听到有人，当然说的也是有依据，不是没有依据。大概是根据联合国调查，70亿人，全世界人口，知道有佛法的，信佛的，我们讲佛教徒，大概有多少呢？大概有7亿的样子，1/10。那么这70亿佛弟子，真正懂得佛经典教训的有几个人？可能100个人当中没有一个，甚至于1000人当中都没有一个，很少啊。200年前，学佛的人呢，应该都能懂得，都能认识佛教是什么，佛经是什么。为什么那个时候有很多真正修行的人，有正果的人，有讲经教学的人，多，很普遍的。佛陀在世没有这些科学工具，佛法的传播要靠人去讲解。那么谁负责这个事情呢？佛的弟子，跟着佛学习的这些弟子，无论是出家是在家，个个都具足智慧德行，真正的是以佛陀做榜样，学的跟释迦牟尼佛很像啊，很相似啊。所以佛的这些弟子
到四面八方去教学。啊，大概十二年阿含学过之后就有这个能力，他们就有能力去教学。那么佛法呢，要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教学对提升有帮助，所以教学相长。啊，可是提升呢，还不能够离开佛陀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佛门里面下安居的制度。啊，每年雨季。出去托钵不方便，啊，教学也不方便，通通回到佛陀的身边，三个月再教育，啊，这三个月是接受佛陀的教育，同时呢，同学当中互相交流，啊，交换心得，啊，不断求改进，求进步。啊，那么就是今天所说的进修教育。啊，这是最近这些年来工商企业里头讲究员工啊，啊，每年都有一个时间去集训，啊，提升科学技术的能力知识。啊，这个制度2500年前在佛门我们就已经做了。啊，所以下安居是进修啊，啊，平常一定要教学。可是最近这200年来，受西方科学的影响，啊，科学告诉人怀疑，科学告诉人拿证据来。啊，六道轮回，佛说，印度教说，印度宗教几乎都说，现在人说六道轮回的证据在哪里？啊，没有证据就可以否定，就是这是迷信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其实证据就在眼前，只要我们细心、虚心去观察。你就见到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六道里面，天道的众生、修罗道的众生、人道的众生、啊，畜生道的众生、卧轨道的众生、地狱道的众生，你只要把心定下来，你能看得到。啊，把六道轮回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在佛教之前，婆罗门教就做到了。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在禅定当中见到的。啊，人入定之后，空间、时间的维持都没有了。啊，也就是说。在禅定当中能够看到过去，能够看到未来。啊，禅定当中没有距离。佛法里面讲的就在当下。啊，28层天就在当下。啊，往下看无间地狱也在当下。他没有障碍呀。那么现在的人定没有了，啊，心是散乱，无量的妄念，无量的杂念，啊，这心是乱的。我们常说心浮气躁。这是现前的普遍现象，
啊，心浮气躁的人学科学学技术没问题，学佛不行啊，佛心浮气躁的人不能入门啊，必须要去有戒定慧才能入门。那么我们今天学佛的同学有几个人遵照戒定慧来修学啊，这就是我们自己学佛这么多年啊，也走遍许许多地方啊，所看到在家出家同学们啊，真正学佛的没几个人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遵循佛陀的教诲啊。这是我去年11月啊，接受总统的邀请来访问斯里兰卡。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，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，这个国家把佛学落实在生活当中，也就是说200年以前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是这样的，现在只剩的这一块了，其他地区没有了啊，我们感到遗憾，也感到恐惧。为什么呢？怕佛法的灭啊，佛法没有人真正修就灭了啊，讲不行世尊告诉我们，信解行证，这才能完全学到佛法。我们有信有解，没有行没有证，得不到佛法真正的利益啊。那为什么不肯行啊，不肯真干？这就是信有问题，这个信里头有很多疑问存在，也就是说它不是真信，半信半疑，这种人居多数啊，啊，不是完全相信的，啊，半信半疑就不能成就，啊，你就不可能有行证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将来身体寿命到了，死了之后依旧搞六道轮回，出不去啊，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很可怕的一段事情啊！唯有佛法能帮助我们，真正帮助我们超越六道啊！那你得真干，对于佛法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啊！我有99%的相信，还有一分疑惑，那一分疑惑就障碍你的行证啊，就让你继续搞六道轮回，你说多可怕啊！那如何我们真正能做到断疑生信，没有一丝毫疑惑啊？这就是要在经典上下真正功夫啊！经典真的透彻了解了，你的信心就升起来啊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为什么？帮助我们恢复信心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如果大家都完全相信了，就不必这么麻烦啊。讲经教学是
破迷开悟。啊，那么第一个阶段是破迷起信，就是升起信心，然后再提升到第二个，第二个的是破迷开悟。啊，那就真正得利益了。啊，开悟就是正果。啊，所以要有修行。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、动作犯了过错，把这些过错修正过来，这叫做修行。这个意思要懂啊。啊，一般经论上佛常说啊，行为无量无边，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：身、口、意，这三大类。啊，经论呢都是这样说法：身、口、意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念到的，而顺序不是这个排列，是口、身、意。无量寿经第八品啊，佛教导我们善护三业，也是讲护法。护法从哪里护起啊？护身口意啊，他把口摆在第一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；善护意业，清净这个污染啊；善护身业，不犯律仪啊。你看看他这个讲法跟一般讲的不同啊。为什么？那佛知道我们最容易犯过的就是口言语，所谓是言多必失，就造口业最容易犯的。佛把这个摆在第一条，跟其他经典排列的方法不一样啊。这些虽然好像是小事，意思很深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排法啊？那我们就想到我们最容易是犯口业，有意无意跟人家结了冤仇，自己不知道，果报现前的时候怨天尤人，我没做错事啊，为什么有这个果报啊？最容易犯的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口你看十三业里头，身三条，意三条，口四条，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讲四条，都是说明口业容易犯，有意无意在造口业啊，得罪人心里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，大意啊，国报现前，你伤害了人家，到人家有机会说来报复的时候，你吃亏了，你后悔莫及啊。有人告诉我，我身边也有一个冤亲债主啊，天天在骂我。他能不能伤害我呢？不能，我学佛了，他没办法伤害我，只有在旁边骂吧。
啊，什么时候建的院呢？地球还没有形成之前建的院啊。那么地球有几十亿年了，你就想到那个怨恨之深多可怕了啊。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啊，这是一条龙，是个龙王啊，蛟龙龙王，我给他供个牌位蛟龙菩萨，我天天忏悔，天天给他回向，希望把这个结解开。啊，所以要知道啊，我们生命不是一生的。我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们每个同学都有这样时间，所以佛经上讲无量劫前啊，生生世世跟众生在一起，怎么可能不造业啊？业有善业有恶业啊，善业好好一点，恶业是决定不能做啊，不但不能动口，不能动身，最好念头都没有啊，不要有不善的念头，这是保护自己，是真正护自己啊。从哪里学起？从十善业道学起，用十善业道来护自己的法啊，不杀啊，不杀包括不伤害众生啊。大乘教里的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我们有没有记住这一点啊？为什么一切众生见到菩萨会生欢喜？菩萨具足四德啊，这个四德是贤首过失还原观上所说的，就过去我们学过第一个德，随缘妙用啊，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众生所欢喜的我都欢喜啊，那众生错误的，错误的我在欢喜当中帮助他纠正，这就是菩萨啊。你欢喜他就容易接受，如果你不欢喜的时候他根本不接受，你帮不上忙啊。所以恒顺众生才能帮得上忙，恒顺众生一定要随喜功德，那里头注重修学功德，它不是福德啊。功德是用真心去修，妄心修的是福德，不是功德啊。所以一切呢要从真实心中做，这个很重要，常常记住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啊，救世人，帮助世人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，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啊。四德随缘妙用，妙是护持着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，清净平等觉而不迷，这就妙了啊。一接触外面境界就生烦恼了，这就不妙了啊。世间人接触外面境界啊，听到好听的生欢喜心，听到不好听的就发怒，就不高兴，就怨恨，这就错了。所以你接触外面境界生烦恼，要修菩萨，菩萨接触任何境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通通生智慧，不生烦恼
啊，所以他不造业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佛要留意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没有做到，我们的佛法是白学的，没有学。啊，没有学怎么样？过去李老师说到这一段事情，感叹着这一班佛门弟子，啊，到这个佛堂来干什么？来消遣的。这是李老师的话。啊，他到了消遣，在家没有事情，到佛堂去消遣。哪里是真学啊？啊，也听经，听怎么样？听不懂。啊，真听不懂。那为什么真听不懂？他没有真诚心，没有恭敬心，他就听不懂。那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都常说，一份诚敬叫真诚恭敬，你听懂一份；二份诚敬，你听懂二份；十分诚敬，你听懂十分。没有诚信，佛来讲一分的利益都得不到。啊，那我们对佛法有几分诚信，对佛菩萨有几分诚信，啊，对于现在讲经教学的法师有几分诚信？没有诚信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都从诚信当中学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真正有诚信心的人少，但是有诚信心的人一定非常快乐。为什么呢？他入进去了。啊，这一入进去，人一定是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必定是法喜充满，啊，身心健康，啊，他非常欢喜，不是他自己知道，他天天在提升，啊，他没有往下降，啊，知道来生到哪里去，啊，非常快乐，啊，真得受用啊。如果不得受用，怎么能学六十多年不退心？啊，我们冷眼旁观，学佛人三年五年退心的很多，十年八年退心的很多，二十年三十年退心的也不少。啊，为什么能坚持永远不退？欢喜，明白了。啊，天天有进步，啊，天天有悟处，这就真欢喜啊！啊，而不是啊，越念越迷惑，那就兴趣没有了，肯定放弃，啊，就退转了。他越学越欢喜，啊，所以他充满了信心，啊，充满了喜悦，啊，道理在此地，但是。佛法要么有人护持，会不会在这世间消失？会。例子太多了，我们从古看到现在，啊，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弟子们四面八方去教学，啊，佛灭度之后，这个教学没有中断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国王大臣护法，啊，大夫长者护法，啊，所以佛法非常兴旺，啊，人对于佛陀确实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啊，所以他能够真正得到利益，得到法喜。啊，大家都肯真干，
是个个都得利益。啊，学佛的人看到别人的利益，坚定自己的信心。啊，如果他看不到榜样，他就会怀疑。啊，现在呢，榜样没有了，看不到，啊，所以怀疑多，啊，信心呢就减少。啊，我们了解现前的状况，啊，那如何能够护持我们自己的信心？就是认真去学习。啊，学习要常常跟人分享。啊，为什么？教学相长。啊，常常教学的人，听到别人提出问题，帮助自己成长。啊，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想过的，哎，一提问，自己一警觉，有时候就能答出来，就能帮他解决，这是智慧现前。啊，一预先没有准备，没有预备的。啊，那么你对于学习信心就增长。啊，信心增长，也就是智慧增长。能量增长，啊，知道这门东西是好东西，啊，这门东西确确实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我们自己要护持自己，啊，谈护法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中国的佛教。我们看寺院的建筑，啊，它进这个道场的大门叫山门，啊，这个山门供的是护法神、四大天王，啊，当中面对着大门的供养的是弥勒菩萨，啊，弥勒菩萨供的是布袋和尚的像，啊，布袋和尚出现在五代的时代，啊，五代梁唐晋汉周，梁代就是梁武帝那个时代，跟梁武帝同时代，他出现在明州奉化，明州是现在的浙江，啊，浙江奉化，那么这个人家世姓名，啊，出生在哪一年没有人知道，啊，所以在传记上的时候就说生卒年均不详，啊，没有详细记载，啊，那么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，视线的像非常明显，教导人人跟人见面呢要欢喜，啊，所以古人提他的画像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，这就是说的弥勒菩萨。叫我们见到这个像，我们的心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欢喜，
啊，把它摆在门口，面对着门口。这意思是什么？进入佛门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弥勒菩萨所表的，啊，没有清净平等，没有欢喜，你就没有资格进佛门。表这个意思。啊，他长得很肥胖，肚皮很大，肚皮大代表什么？能包容啊，度量大了，啊，中国人所谓的量大福大。啊，不能包容的这个人没有福报。啊，量越大，真的福报就越大。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学他的包容，学他的笑面迎人。啊，这是入佛门了。佛告诉我们两个条件，要欢欢喜喜。常开度量，什么都能够包容，不要去计较。啊，那么脸旁边，这就是护法神，四大天王，啊，东南西北，东方持国天王，啊，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，啊，就四天王是护法。就跟国家的军队一样，啊，所以他们现的是将军身，啊，不是普通人身份，啊，将军身，啊，那么他手上拿的是琵琶，啊，他不是拿的武器，拿的琵琶，琵琶是弦乐器，啊，是不是他喜欢唱歌呢？不是这个意思。表法的琵琶代表中道第一，啊，中国古人讲中庸之道，佛法里面大乘讲中道，啊，不偏不邪为之中，啊，我们学习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都要懂得用中。这是大学问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你看琵琶的弦，松了不响，紧了它就断了，一定要调得很适中，音色就美。表这个意思。不能过分，也不能不到，啊，表这个意思，啊，一个治理一个国家，啊，大是国家，小是都市，啊，村镇，啊，要懂得用中道，你才能得人心，人民拥护你啊。啊，在一个家庭能够用中道，这家庭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人都能够以平等、啊，真诚的爱心，啊，平等对待，啊，一家人的欢喜啊。啊，这是教你，啊，怎样去治国，怎样去平天下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儒家就是中庸之道，啊，这是一个治国的理念。南方天王曾长，啊，曾长天王，啊，他手上拿的是剑，宝剑，啊，剑也是表法的，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智慧，叫慧剑，断烦恼。慧剑断烦恼啊！啊，代表日新又新啊，天天求进步啊，所以他叫增长天王。
我们物质生活要过得好，要提升，精神生活也要提升，道德要提升，伦理要提升，教学要提升，样样都要求进步，而不是墨守成规，那就错了。佛是希望我们一代比一代提升。那么但是中国人佛法也如是，着重在伦理道德因果跟宗教教育。宗教教育是神圣的教育，是智慧的教育，是德行的教育，它非常重要。现在一般人疏忽，认为宗教是迷信。我们在近代只看到英国汤恩比博士，他是极力在提倡，唯有宗教教育能够拯救社会，能够拯救这个世界。那么其他的人很少讲。我看到这些文字记载，我很赞叹。我能够体会得到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除了自己认真学佛之外，我们团结宗教，我们劝导所有宗教都应该回归教育，去年我这两年呢都去访问过梵蒂冈，跟天主教接触，我们往来也很久了，也都很熟悉了。梵蒂冈的陶然主教，代表教宗，我们在一起交流，互相学习，6个小时，这时间很长，他们提出的报告。他们有调查，最近这十几年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比例一年比一年少。所以教廷对这个事情很忧心。如果这样下去，20年、30年之后，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就不多。这个问题提出之后，我告诉主教，我说我们回过头去想去看，当初这些创教的圣人，这些圣贤，他们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信徒跟追随他，跟他学习，而且一代一代承传，传到现在，有的传了几千年，像这个印度教，前身是婆罗门教，它的历史最长，有13000年，犹太教有4000年的历史，佛教有2500年的历史，传这么久，到今天还存在，其他宗教的时候也有1000多年，为什么？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去体会，全靠教育啊。最初创教的这些圣者没有一个不教学，
都是现在人所说的社会教育家啊，而且他们的教学是义务教育，像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没有收过学费呀，啊，心量广大了，能包容啊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信仰，啊，这是佛教。无论你信仰其他宗教，要想来学佛，佛都肯教你。大乘经里面，我们常常看到有婆罗门啊，有外道，这些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啊，来跟释迦牟尼佛拜释迦牟尼佛为老师，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佛真教他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佛法的包容啊，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教育。如果我们回归到教育，佛法不就有希望了？别人不会再说我们是迷信的啊，我们只有仪式，重视这个，不重视教育，所以人家在说我们迷信。啊，那么我从去年访问斯里兰卡之后，我就常常劝人，你们对佛教有怀疑的，去到斯里兰卡住一段时期，啊，你就了解佛教是什么了。啊，佛教真管用啊！啊，不但佛教管用，每一个宗教都管用。一定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，大家相信的没有怀疑了，啊，没有做出来，人家总是怀疑，啊，总是不肯相信，啊，这就是受了科学的影响，啊，科学头一个叫我们怀疑，我们的信心丢掉了，啊，第二个科学的是科学拿证据来。啊，拿不出证据不相信。啊，我们在联合国就碰到这个事情。啊，联合国倡导和平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啊，召开和平会议，从70年代开始。到现在40多年，开了40多年，每一年不知道开多少会，可是冲突没有化解，冲突的频率一年比一年上升，啊，灾难是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所以现在这一些参与和平的这一些人士对于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和平，说实在话，信心丧失掉了，没信心啊！我们将中国传统的这些真历史真相向大会做报告，他们听到很欢喜。啊，会后来跟我说，说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，这不能落实。那我不是白讲了？啊，所以我就想了，这些人都是受过科学的洗礼。啊，如何叫他相信？那就是。拿证据来，我们在汤池做个小镇做实验，啊，没有想到了，这是佛菩萨加持，啊，祖宗的阴德居然做成功，啊，在联合国做了详细的报告，
做了8个小时报告，3天展览，引起大家的重视。啊，都想到汤池去考察，啊，去参观，去真正做实地的调查了解。啊，这个事情虽然是没有达到我们理想，啊，可是确确实实有很热心的这些大师们，我知道有30多个人，啊，到汤池去住过3天、4天，还有5天的，啊，那么这个信息呢，传到联合国，啊，证实这个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这个实验得到2个结论：第一个结论，证明人性本善，啊，现在人不善，受3-4个月的传统教育，居然良心发现，不好意思做坏事，有这么大的效果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。你看，我们教了4个月，受这么大的效果，人是不难教，好教啊。问题就是没有人去教啊。啊，这个实验成功了，让我们对传统文化、对宗教信心坚固了。啊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。啊，所以现在联合国对这个宗教啊，比过去看法不一样。啊，过去真的完全怀疑，不接受。啊，我们这个活动办了之后，联合国正式成立一个宗教办公室。啊，他看到我们有10个宗教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堂做为世界和平做祈祷，啊，没有冲突啊，10个不同宗教手牵手啊，很亲热啊，啊，这个表演让他们看到了，啊，他们都不敢想象。啊，那么现在还是靠宗教的力量，不靠宗教力量做不到。啊，要靠宗教团结，要靠宗教的合作，靠宗教互相学习，会化解冲突，带给社会安定和谐。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是斯里兰卡主办的，啊，我们被邀请，啊，在大会上做了2次讲演。啊，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所以我就通知澳洲图文巴士市长，带领着全市各个不同宗教的领导人，啊，在这一次大会里面做了一个详细报告，啊，整整一个下午，啊，我完全听了。现在非常欢喜，啊，这些宗教团结起来，啊，真的互相学习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把这个城市造成这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啊，是宗教人士做出来的，政府支持。啊，那么这在联合国做了报告，大家晓得，欢迎大家到澳洲去参观、去考察。啊，那么我们进一步希望呢，这个地球上能够出现几个和谐示范的国家，对于世界和平呢，就会有非常大的贡献。啊，上一次我见总统，跟总统谈的这个问题，他非常欢喜。他说：“我们来做。”啊，我说：“我们要办一个佛教大学，为全世界
培养佛法、弘法、护法的人才，这是有必要的。啊，这把佛教复兴起来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帮助其他宗教，所以最好能够办一个国际宗教大学，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。啊，将来学成之后，不管是哪个宗教，我们是同学，我们学的科系不一样，我们是同学，啊，就能把世界团结起来，这个宗教团结起来，而且宗教将来教学也会走向一致，只有赞叹没有回报。啊，对于每一个宗教，我们都存着恭敬心，啊，都是尊重，啊，绝对没有批评，我们有赞叹。就互相学习，啊，真正提升自己，啊，带给世界安定和谐。啊，零五年，我在马来西亚讲经，啊，前首相马哈迪长老，啊，我们见了面。他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看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”啊，这是在这一个大时代里头，作为国家领导人寿命最长，啊，他执政22年，可能没有人超过他，啊，执政22年。对和平，世界和平都没有信心，啊，我听了之后我回答他，我说如果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，世界就和平。他说哪4桩？我说第一个，国家跟国家要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第二个，政党与政党。第三个，族群与族群。第四个，宗教与宗教。这4桩都能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世界就太平了。啊，他听了我的话。态度非常严肃，啊，5-6分钟说不出话来，啊，最后我就接着说了，我们敬拜了5-6分钟，我说是难，非常难，非常棘手，啊，但是如果从团结宗教下手，可以做得到。我这个话他听懂了，啊，他的脸色马上就和谐了，啊，他听懂了，啊，所以宗教有很大的潜力，需要真正认识宗教的人，真正懂得宗教的人，好好的来运用。啊，斯里兰卡总统很聪明，我说他都听得懂，啊，而且立刻，啊，就说这些事情都可以在我们斯里兰卡做，啊，所以这第一个国际佛教大学大概再过几天就破土了，啊，总统来主持破土典礼，真干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是全世界的福音，啊，是利益整个世界人民，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扶持。啊，希望这个学校将来变成学校，全世界，啊，这个佛教的一个核心点。啊，在这里培养弘法护法的人才。
啊，那么将来再进一步，我们再帮助全世界不同的宗教。啊，希望大家在一起学习。啊，不难呐、啊。我这些年做过实验，十年前我在新加坡，在天主教的学校讲过《玫瑰经》。啊，《玫瑰经》是天主教早晚课诵本，课诵的经典。啊，那么我的这个光碟现在还在天主教流通。啊，听说中国天主教也有，也听我讲这个经。啊，我也讲过《古兰经》，那可以讲。啊，我在印尼回教大学赠送我一个博士学位。啊，好事情。啊，这也是创举。他们学校从来没有把博士学位送给其他宗教人士，我是第一个。啊，我学古兰经。啊，我学圣经，啊，我学得挺认真的，啊，绝不含糊，所以我才能讲，啊，我讲不比这些神父差，啊，不比阿訇差，我能够讲得出来，啊，真的，佛法说一部经通了，佛经的，样样都通了，别的宗教经典我拿到手也通了。这个是佛门里头独有的，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，啊，要把它介绍出去，那就是戒定慧三学，啊，决定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啊，佛法是开悟为终极的目标，不是记得多，不是学得多，不是这些，啊，不是走知识的路子。走智慧的路子，啊，智慧没有副作用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啊，知识不行，知识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，啊，那么今天西方的教育走的是知识的路子，啊，我们参观伦敦的汉学。啊，两次是2005年、2006年，我两次去学校考察，啊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这三个学校都有中文系，啊，学习中国的古汉文、古汉语，啊，很难的。那么这一次在巴黎，我们曾经会后有一天的时间。去参观巴黎的汉学院，啊，这次才真正晓得巴黎的汉学院成立最早，啊，满清时代成立的，比伦敦的大概要早40年的样子，啊，跟这个诺贝尔教授见面了，啊，这是个老教授，在现在是欧洲的权威教授，啊，就希望呢，我们将来在汉学这一方面，大家要合作，啊，要互助，啊，中国汉学没有了，台湾也没有了，啊，我们现在想在新加坡，在这个马来西亚建一个汉学院，啊，就希望我们将来能够互补。啊，他们这个里面的研究汉学的老师很多，啊，我们可以聘请他来教学。啊，那么他问我们这个汉学院宗旨、目标，啊，我们分阶段，第一个阶段10年，啊，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我们要帮助世界。帮助全世界，如何化解冲突，如何促进
全世界的安定和平，啊，那就是汉学里头有一部重要的典籍，唐太宗编的《群书之要》。啊，这个圣典我们着重在汉字跟文言文，学习这个，啊，学习这个汉学里面这65种的古籍。啊，希望有人专攻，啊，专门学一门，然后出来讲解这个群书之要，把群书之要讲透、讲明白、讲清楚，啊，这个是有利于全世界。啊，这是我们马来西亚汉学院第一个目标，第一个是。以后我们再逐渐扩大，啊，如果到我们自己有200个、100的人到200个老师，我们就可以对外招生，啊，就变成大学，啊，这个大学是专门的汉学大学，啊，没有其他汉学这一科，啊，那研究的这个课程呢，就是四库全书。啊，这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典籍，啊，我们就是四库大学，将来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朝这个方向去发展，啊，那么这段事情得到，啊，首相支持，啊，纳吉布首相的支持，我们非常欢喜，啊，我们也非常的喜欢，这一段事情能够在马来西亚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的学习啊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。